大家好，我是一木，很开心跟您又见面了。上个星期我没有更新我的频道，因为身体出了一点状态，脖子和肩膀导致的偏头痛困扰了我长达一个星期。昨天在经过大量的调查以后，我买了一个按摩枪，希望它能够减轻我的这个症状。同时呢，一草开始了恢复训练，这个按摩枪应该能够帮助它缓解训练之后的疲劳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开箱体验。哇，看起来很棒哦！然后这里头没有东西了，除了一个干燥剂。现在就是这些，就是它来的配件。然后这支枪应该就在这个盒子里头。现在让我打开盒子看一下。这个是说明。这里头有更多的宝贝儿，哦，电池在这儿，说明书也在这儿，然后这还有一些电源插头，这个小东西里头装的可能就是那些 attachment，果然如此，非常棒，这就是 Pro 跟其他的 Elite 和 Prime 的区别所在，当然我的脖子肯定也能指望他们了，这些就是一些配件，我先放到这儿。然后重点在这儿哈，哇哦，看像不像007携带的武器？这里是它的电池，我相信它应该有一些电池在里头了吧？对。哇，这太爽了吧！我可以打一天。这个 Pro 有两块电池，待机时间更长。这里有一个按钮，用来调节枪的方向，固定。这里是开关，而且电池的也在这里显示。它跟其他的型号不一样的地方，还是在于它的这些 attachment，针对性的。这个，我想只要是运动的人都会非常喜欢。这个就是针对 ID band。家里如果有老人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，它是更软的枪头，可以给一些敏感的人使用。今天晚上我就要尝试满清十大酷刑，每一个都体验一番，到时候再跟您分享。现在我把它调到了最高档，2400，看它机头的这个枪头的旋转有多快。就这么简单粗暴，但是这里有个槽，放上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哦，通过试验，
这个筋膜枪能够有效消除深层肌肉的疲劳与酸痛。五个档位和六个枪头能够照顾到不同人的需求，像一草这样的肌肉男和我这样对疼痛敏感的人都能被照顾到。如果不是这个 Pro 的价格也非常 Pro， 它一定是我的主力推荐。幸好这个品牌下面还有不同的其他的产品，包括 Elite。 Elite 其实已经能够满足普通大众包括运动爱好者的需求。根据产品的官方介绍， Elite 比 Pro 更轻更安静，虽然少了一个电池，但是足够居家使用。人到中年，我们在面对工作、家庭和病毒的压力时，要学会能够及时地找到一些手段和方法来帮助我们保持身心健康，这样我们才能把未来的人生的旅途走得更远更好，您说是不是？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视频，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帮忙点个赞，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，期待您的关注与订阅，我们下一期见。